球，上球。这三年游历，少爷，老黄一直劝我习武。你的意思吧？学方言，遇上不少麻烦。有多少年了？什么意思？磨练我。你是那么的聪明，那么的有心计，天生就应该去接管北凉。我知你潜藏锋芒并不容易，一个文武双全的士，你觉得能活多久？废命长。你把天下砍成一棵大树，一军战敌虎，这世间才有新生。他跟你织的网啊，你逃不掉的。我薛凤年从来不打算别人的规则下棋，我走徐骁跟人，我就自己移山填海。走条新路出。